这菜做的也很一般嘛。我随便做做都比这好吃。我最讨厌口嗨的人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谁要是在我店里口嗨，看我怎么修理他。哎呀，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完了吗？我不是都说了对不起吗？还想怎么样？嫁给你好不好？张总，这杯酒敬您啊，您随意。什么叫随意啊？瞧不起谁呢？像你这种小姑娘，一口气能喝四个。张总，我敬您一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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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亲。你上次借的那个钱吧，哎呀，催什么催，我还会欠你的？就那么几块钱，我种地也给你种出来。种啊，漂亮。